大家请跟我念：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，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，一心祈请大孝目犍连尊者，南无弥利多多婆夷娑哈，我为现世父母、往生父母、七世父母、历代祖先、冤亲债主受苦有情，发大悲心，来临法会，广修功德，愿父母众生永离三途，同成佛道。戴亚塔班赞这样阿瓦波达那也说哈。好，各位阿弥陀佛，上面也电扇，旁边也电扇，统统有了，所以他们给我安排一个房间也不错，像烤屋一样的，我是在东北调，因为当然是好心啊，但是里面密闭的啊，当然有冷气啊，但是吹不到。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呢？修行身体受苦没关系，心里不要受苦啊。当你在很热的时候，那叫观想哦，很冰很凉的心态，那这就叫修行嘛啊。当你在生病的时候，那你要观想的是一种哇，一种净化菩提心啊。当你打坐脚酸的时候，那你还要观想你的佛号啊，题目不要被酸拉走嘛啊，这个叫修行。所以一心不能二用，当别人伤害你、侮辱你的时候，你不要生气，生气你就下地狱了，很痛苦啊啊。所以当你身体被切成一段一段，甚至要死了，内心如果一恨一痛苦，那就堕落痛苦轮回，那个时候你还要身体可以死，心不能死，保持菩提心，有听到不？这个就是修行嘛啊。世间是苦的，但是一心念阿弥陀佛。各位现在有没有在极乐世界？有啊，解脱了啊。虽然天气很热，身体很生病，甚至各位等一下要去做善事，什么做烟供啊、放生，搞不好呢警察就来抓你，抓你去极乐世界啊啊。你说等我做完啊，但是内心里面你要能够接受，因为释迦牟尼佛成佛讲佛法没人听啊，所以还要大梵天王三次劝请佛陀说，我讲的法跟世间人倒过来，世间人喜欢在缘生缘灭缘起法轮回，我是反缘起的啊，希望大家不要在无明贪爱执着。所以佛陀说本来就是如此嘛啊。所以我想修行就像点灯一样，有黑暗的地方才需要我们去点灯啊，让它亮起来啊。有杀业的地方才需要我们去慈悲啊。有人骂你的时候才需要你去微笑啊。你有听到对吧啊？你不要说我修行你干嘛骂我啦啊，我又没做坏事。那这个你不懂修行啊啊。懂得修行就像人家都是顺着水流下去，就有一只鱼逆着水游上去，那个就叫成佛的了啊。就一只鱼逆水而去，它回到源头，就像那个鲑鱼为了发挥母爱要去生儿育女，哇，这样对不对啊？那修行真是要如此。所以如果你修行在找顺境，那你就会很痛苦啊。所以以前我师父常跟我说，哎，明天准备什么行李我都准备好了，然后呢早上我都弄好了，他突然说今天不出门啊。师父你开玩笑？故意的啊。那我就静静的，哎，看我静几次，哎，你可不错
可以出家哦。啊，那师父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我已经准备东了，他叫我去西，啊，我准备南了，他叫我去北，那这个就是修行啊。修行要苛责自己，调伏自己啊，啊，所以各位，现在天气凉不凉？哎，对对对对，要这么说。老婆好不好？啊，老公对你好不好？好，活该大忌啊你，对不对？你要说好，没有他我怎么会拜佛呢？我怎么知道生命很苦呢？啊，所以我想各位要有逆境。你没有逆境，所以释迦牟尼佛讲佛法同样给你叫做痛苦，苦的真理，苦的圣谛啊，四圣谛苦集里面最重要是要苦，但是偏偏世间人在追求快乐。那佛陀所谓的快乐，就什么叫快乐？没有追求就快乐，没有痛苦就是快乐，就是涅槃啊！你满足你的欲望，我想要，那就是痛苦。自私想要是所有痛苦的因，生命的敌人在哪里啊？我，我囝，我翁，我的身躯，我的钱，我的厝，生命所有痛苦的东西，哇哇哇！所以哎，一心两分，卖个两哇哇哇！所以这上面摆的不是你的形象，摆佛啦，不是拜力啦。啊，但是大部分人心里是拜他自己，我规天画甲要死呢。啊，真噶要死呢！啊，他在拜自己，所以这个我执，我执是所有痛苦轮回的因，所有罪恶的根源。因为有我执，他才会杀生吃肉；因为有我执，他才会偷盗邪淫。一切都是我引起来的。所以各位要了解，哦哟，原来生命的敌人是自己啊！这修行最主要是要调伏自己，而不是顺境。我喜欢东，你为什么不叫我去呢？不能如此，所以要随时念一下，接受变动，接受改变。你要养成习惯啊！如果你想要修行，所以不能体悟无常，不能接受无常，那你不是修行者，那你就会很痛苦。修行呢，有一点这样。顺着因缘，所以念一下来，一切随缘。对啦，以后你老公说大概要离婚了，随缘，因缘到了。医生说你可能得癌症，随缘啊，我尽力就好。随缘就是相信因果。今天我会得癌症，某一个逆境，这有因缘条件，我不能怪别人。随缘就自在，不随缘就痛苦，了解吗？所以一个人有痛苦抗拒的时候，代表他没有在修行啊。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怕生病，就抗拒这个生病，抗拒他，你的力量都用在抗拒生病里面的痛苦，你的力量要用在是佛菩萨慈悲空，不砍一个假嘛好啊，那你总要让对方欢喜欢喜啊。所以我想各位，你要至少你要知道，我是来修苦行的啊。人是孤独的来，孤独的走，要耐得起孤独。生死决定在自己，别人帮不了你忙，你气得要命啊，你痛苦的要命，那是你自己造成的。那你放下就好了啊。所以一切都是假的，一切都是虚幻的，信不信？啊，跟你不要认为那真的，你把假的当真的放在你心里面，那你就忧郁症了，你就痛苦的不得了啊。何必呢？那个东西是假的，佛像也是假的，癌症也是假的，结婚也是假的，离婚更是假的，健康也是假的，生病也是假的，那只是一个因缘所生法。所以佛一直讲缘起性空，凡是因缘所生法的生生灭灭的，都是虚幻的，空无自性的。空无自性不是不存在，请问这个花存不存在？暂时存在，因为呢再过七八天就变成肥料了，泥土了，对不对？它的名字就改了，啊，变成垃圾、肥料、泥土这样而已啊。所以花是空性的，这样啊，它没有永恒不变的自性，啊，一下变花，一下变泥土，就是水变水蒸气，水蒸气变冰啊，变云啊，变雪啊，它一直在变化。
所以因为有变化，我们才有机会离苦啊。现在我们是人，我们过去做过猪啊，我们过去做过天神啊，我们过去做过男人女人，有钱没钱我们都做过，这个叫轮回嘛。所以那你要停止轮回，那就不要执着这个相。那这个相从哪里来？从心里面来啊。如果你内心有分别心，那你就会很痛苦。所以不要被境界影响，如如不动啊。所以佛教如来，如就是本来的面目，所以在本来诸佛正法无来去，在这种啊，佛陀是安设在无自性的佛性，就是空性啊。那空性表现出来就是慈悲心、菩提心啊。所以如果你失去了菩提心，为了生老病死，为了一个逆境啊，为了老公有外遇，那你就生气啊；为了赚一点钱，你能高兴，那你的菩提心就不见了。所以一心念佛，那不管事情怎么变化，我在念佛啊。所以变化越多，念佛的功德越大。所以在极乐世界修行，还不如在五浊恶世修一天的功德。意思就是说，这五浊恶世很乱的啊，变化无常。所以，然后你要保持心平静。就像有人问我说：“海涛法师，你鬼刚招来招去，别同啊，找变化啊。”哎。与其坐在那边被改变，还不如主动去面对它，这样啊，去接受变化。所以逆水而上，所以哪一天会到达尽头了？那到达尽头以后，你再顺水而流，那时候啊就 OK 了。就像去极乐世界，证得空性无生法忍，个顿来哎，就高就高下落地个，有没有关系？随缘度众，各位。我们明天去台南监狱帮助他们，快不快乐？哎呦，师父，那功德比较大呢，你加减呢？啊，那我们晚上去屠宰场继续阉供，好不好？那功德更大呢，因为那边有猪被杀呢。啊，昨天晚上我们湛严法师、湛体法师又去蒙阿波，两点才回来呢，随喜功德。以后干脆带帐篷睡在蒙阿波就好了，那么功德更大。我们英国有好几个居士，每次做烟供都带帐篷，晚上冰了，冰到五度呢。因为他们说，只要有人在，警察来看到有人，他就没关系。你放了烟在那边，你不在那边守，那警察就说你犯法。那至少警察来，哎，有人守了这个烟供，他没话讲啊，所以他们就睡到天亮。哇，这个叫睡觉也有功德呢。同样睡在家里跟睡在蒙阿波，哪一个功德大？当然嘛，呢。所以，如果各位要修行，要念一下找苦吃，故意找苦吃，好不好啊？就像我一样，我最懒得讲话的，我看到人就赶快跑的，我找苦吃嘛，没办法啊，不然也没办法修行，也不能成佛。你不能说我这个人个性就不喜欢讲话，那不是借口啊？那你要开始练习啊。我这个人个性喜欢骂人，我也是啊。那我现在不敢骂人了，只有被骂的份了。啊，被骂是消业障啊。那因为要养成这个习惯，啊，那所以各位要了解苦。那这个苦并不是那个痛苦让我们痛苦，并不是电扇啊、天气热让我们痛苦，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我的分别心，啊，有这个我的感受，所以你痛苦。如果今天是一个石头，那就没痛苦。这叫空性啊！但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意识分别，色受想行识啊，这个意识分别，它要追求一种快乐的感受想法，那痛苦就来了。所以为什么修行故意要打坐啊、修苦行啊、拜佛啊，都有一点累啊？各位早上几点起床啊？不知道，人家出家人三点摸灵口呢。还有灵岩山是两点半呢，啊，为什么要这样？那这样就折服你自己啊，故意的啊，住在寺庙要团体行动啊，要如此啊，啊，那这样你就可以折服你的爱睡觉的习惯啊。那不这样，那就不能成就啊，啊，所以我想各位这个过程都是要如此的，所以不经一番寒彻苦，哪得梅花扑鼻香。大家都会念天降大任于世人也，必须苦习心志，对不对？那你要故意
故意磨练自己啊。那所以我这样讲的意思是说，特别修苦行又可以利益众生，那功德更大。慈悲必须忍辱做基础嘛。所以我想各位，我们你要做什么好事都有种种的障碍麻烦啊，但是我们呢小小的啊，突破障碍，接受啊，接受。所以经常有人当然会批评你伤害你啊，就像你在吃素，那你的朋友就会伤骂你批评你，甚至哪一天你要出家，各位要不要相不相不相信，你回家今天跟你家人说，我决定出家，我就想来定啊，停更啊啊，你只要试试看，我讲，我刚才讲啊，我要出家，你就定啊呢，啊，要告诉他，那你们你要借这个问题来问他，你们为什么不要我出家？因为你们爱上我，对不对？你们执着我，这个就是你的痛苦。痛苦不是我出家，痛苦是你有一个执着，而且你认为世间的快乐才是快乐，出家哪里快乐？啊，出家每天这样哪里快乐？那没有欲望的追求才是快乐嘛？那你去赚大钱，你去买房子贷款，你去谈爱情，去生儿子，那个都是一种爱恋，那个是痛苦啊，那自找麻烦。那你还好有机会了解，所以各位，你有要出家，无要出家，搬一出来给人听，好不好啊？人家开悟，他们去思维这个问题，他就问人家，问找不到我们出家，我们出家，哎，他就有听闻的机会。未来就给讲，你真正不要出家，啊，不你吃菜，我就卖出家 ，OK， 哎。你假个假个变真的安尼啊，因为至少你为了对方，这个叫善巧方便吗？善巧方便啊，但是你至少让他学佛了。简单的说啊，我们去供养对我们有恩啊，对社会有帮助、有道德的人，那我们会产生福报。就像我们去供养爸爸妈妈，爸爸妈妈对我们的恩太大了。啊，所以如果你能够去孝顺父母，你会得到世间第一福报。那出家人啊，他如果发菩提心出家，为了众生出家，哇，那个是菩萨。你能够供养一个发菩提心的菩萨，超过供养整个地球的阿罗汉的功德。那就算是阿罗汉持戒圆满，你供养一个阿罗汉有500劫人天福报呢，500劫呢，啊，一劫十几亿年。光供养一个持戒的修行人就有500劫，那何况我们又能够供养这么多发菩提心要追求成佛的法师们，那福报更大。那这个福报也不是为了我们自己，所以各位理解要想同拜的状况你都有法度接受，你就要练习不好，那这个叫禅观。所谓禅定，它就是重复重复重复那个境界啊。当我们面对生老病死，我们还在念佛，那就要修禅定嘛，啊，要养成那个习惯。那以后特别要做一个菩萨，菩萨就要在逆境里面度众生啊，下地狱、下油锅、恶鬼道，不然你怎么度众生？那没有办法在六道度众生，也没办法成佛啊。所以释迦牟尼佛的显现给我们看，在各种的苦难牺牲生命，甚至接替代众生苦，要自他教化，这才是成佛快速的方法，也是我们赞叹阿弥陀佛、赞叹释迦牟尼佛。那各位，如果你决心要修菩萨道，所谓大乘佛教，那你就要面对痛苦，但是面对痛苦而不是要求别人跟你一样痛苦，是痛苦我来承受，快乐给你，希望大家都快乐，我一个人来痛苦，因为我要成佛啊。那在这一点，那各位要多观修痛苦。所以各位，你嘛爱常常甲你的囝、甲你的孙讲啊，哦，生命安怎艰苦，爱情安怎痛苦，趁钱安怎艰苦，安尼。当然啦，有些问我讲，阿叔啊，讲讲会去自杀变安怎？我讲袂啦，自杀有自杀的一面。咱个讲的苦，那是一个现象，但是你若心超越就袂艰苦安尼啊。啊，你的心内底有法度接受这个变化痛苦，啊，你的心就足平静啊。啊，但是即卖的人，你也想疼囝，宠爱他，惊伊受苦，他就没办法面对这个逆境，那就不能成熟啊。所以，这一点呢，各位要真实在修行，
那我们要找机会拜佛、打坐、修口行啊，去给人从外村的打出家的乡村去讲助念，点了嘛去用骂乡村人，看到出家人的衰，因为乡村人那厝的人往生都拍麻将，拍麻将恁师傅来走了要冲啥衰啊？那是我讲我来助念呢，我请师公啦，你免来啦啊！袂啊，我安尼袂使。啊！你讲请别人去亲戚朋友甲讲一下，乡村细事啊，互相讲讲讲，啊，趁一个机会啊，去甲念念的。啊，因兜的人来接受啊，摕漫画书，讲一下地藏菩萨的故事，慢慢。啊，有时候想一想，那是虐待自己啊！啊，那有人跟我说，师傅伊那无请你，你唔当去甲讲。我这个不能这么说，我这个人也很懒。那但是因为我们要慈悲嘛。因为他们不了解，如果说他们的方法能够超度，那我们就用他们的方法，但是他们的方法会让往生者更痛苦，给抬低功啪啪翘这样，那你总要救救他，至少我去跟他结缘，结缘以后每天回来早晚课诵经，我可以跟他结缘嘛，慢慢久了事情就比较顺了啊，然后甚至很多会主动来邀请啊，等等。我想事情都是一个过程，就像释迦牟尼佛在世给我们说法，当然念这个大乘呢、来念一下，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，劝进行者。那我们要读诵经典，一定要发菩提心，当愿所有众生都知道，当愿所有众生都依教奉行成佛，而且我们也实际在做啊，千万不要读经读一读也不去共生，对不对？那就我们真实在做上供下施，将来读诵大乘，还要劝人家，希望大家都知道盂兰盆经的道理，暮年救母的故事太好了。我记得我小时候的看电影就有暮年救母的故事，我印象很深刻啊。那至少让我知道说，哎呀，要超度妈妈要怎么做，所以拍电影也有功德啊啊。暮年救母真是一个很重要的故事。那我们都知道，但是很多人不知道，至少你儿子孙子不知道，那你要有机会让他知道，这是我们的责任。劝进行者，想要孝顺的人，想要得到福报的人，他应该要实践，除了读诵还要实践盂兰盆经的修行方法。所以佛陀在经典讲了很多次，能够为现世乃至七世父母六种眷属能够上供供佛斋僧，他们呢就可以脱离三途之苦啊，所以六种眷属呢，包括兄弟啊、姐妹啊、六亲眷属，应时解脱，依时自然啊。在世者福寿百年，往生者离苦升天。那我们站在菩萨道，要把孝顺两个字改成慈悲啊啊！是佛弟子修慈悲者，应念念常忆众生父母，乃至众生之七世父母。所以我们佛教徒懂得做，那非佛教徒他不懂，那我们替他们做，他们的七世父母都是我们的父母，那些流浪动物我们更要替他做啊。既然末年的妈妈那做鬼道，那所有的鬼道都是我们的妈妈，所以把末建年的精神又衍生为地藏王菩萨的精神啊。所以有些人说，哦，原来地藏菩萨就是末建年尊驾，你可以这么说吧啊，因为就是由个人叫小乘，那为众生叫大乘，就有地藏王菩萨啊，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，要广度六道。所以我们现在以这样的心态啊，大乘的平等心，众生都是父母，那我们的父母得到的功德更大。所以现场准备了这么多啊，百味饮食、香花灯、土果，我们先为他们供佛，好不好啊？供佛，那等一下斋僧更重要，今天还要下施哦，救护生命，普度众生，地狱恶鬼道、动物道。再背一次，来，持咒破地狱，施食救鬼道，放生救动物啊、除了放生还不够，我们还要爱护生命，护生。我们台南有很多护生员，还要施食给这些动物，蚂蚁、鱼、流浪动物、流浪狗啊，到处帮助啊！因为六道众生都是我们的父母，借这样来修悲心。
好，现在大家要观赏整个世界最好的东西，香花灯烛果，特别是食物满世界，为所有父母众生。什么叫悲心呢？真正的把所有众生，包括一只小蚂蚁，都认为一定是你的爸爸妈妈，啊，要有这个报恩的心呢，啊，有报恩的心，所以你才想要让他快乐，想要让他离苦，啊。这个时候呢，为了众生，所以你一定要成佛，那你才会发起菩提心。所以修行不要把自己放在心里，而要把众生放在心里啊，不要把爱人放在心里，那一种啊自私有范围的，要把无量无边的众生冤亲平等的放在你心里。这个你有没有修行就知道了啊，你有修行就意念众生苦啊，难忍众生苦。所以所做一切都要为众生，那并不是你读很多经典就会这样，经典只是一个了解，但是你有没有用心，真是这样去啊，用心去看待这些所有生命。就像你回到家觉得这是我家，但是你到河边你会丢纸屑，这又不是我家，那你就养成习惯了啊。但是如果各位要把花草树木啊，一个土地都是我家，都是我应该保护他们的，让他们更好的，那这个要从内心里面去修。那这怎么修？就是念佛的意思。念佛不是说光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而是我爱众生，我爱世界，我不恨人，这要加入这种意念才行啊。所以你这个意念已经百千万次的，你已经熟悉了，熟悉了众生就是我母亲，熟悉了这个世界都是啊我承担的世界，要让所有的世界，就像你家隔壁有屠宰场，你希望它改成寺庙，改成一个清净的地方，不要有屠宰场，因为你有悲心。那各位，如果你这两种心都养成了，那进一步你说，那我来受菩萨戒啊，或是我去接受灌顶。那如果你没有养成这个心，那你接受灌顶，那不过是摸摸头而已了啊，因为没有摸到你心里面来。但是佛教大乘佛教是以动机为戒律。小乘佛教是以行为为戒律，但是你要达到动机，当然从行为开始，啊，以动机为戒律，要保持大乘的心态。那修到密乘，今天有这些格西仁波切，他们是以空性为戒律，啊，三昧耶戒，啊，以这种绝对的平等的对待所有众生，对他来讲，众生都是佛，啊，没有一个不是佛，要以对待佛的方法来对待众生，那这在叫密乘的戒律啊。那如果你有分别心，那虽然受了戒，也没有得到戒律。所以有时候我们修行最好还是要这句话来：经常有惭愧心啊。虽然佛法经典写得那么好，但是我们很惭愧，做不到，真的分别心很强啊啊。那有惭愧心呢，那你才能够得到佛法的利益。如果自己没有惭愧心，想说我学佛很久了，如何如何，那就已经傲慢了，那就法水难入，那就很可怜了。所以各位，在这一点我们了解佛教，那虽然我们是大乘，但是我们有时候都输给人家，解脱到了所谓小乘，人家脱钵啊，人家过午不食啊，人家修苦行啊，哇，这些我们从内心里面更惭愧啊。啊，而不能说理论上是我修大乘的，他是修小乘的。这个小是代表你能够利益自己，你进一步你才能够利益众生啊。啊，所以你要修大乘，那你要有小乘基本的这种自利的出离心。那你要严守戒律啊，啊，少欲知足啊，这是一个基本的。而不能说在思想上说我是修大乘，但是在行为上呢，却被人家看不起。啊，所以我去缅甸，我就发觉说缅甸这么多出家人，但是对我们大乘佛教呢，他们当地人说他看不起我们汉人出家人。我说为什么？因为你们修了没有我们好啊，对不对？人家过午不食，禅定，会背经典，很多还有神通，哇，信徒，而且都养了很多孤儿，那反而我们汉传的寺庙就很少这么做啊。忙了盖自己的寺庙，但是很少去对整个社会布施嘛，啊，那这样虽然我们讲大乘，反而对方心里不服你了，啊，不高兴，
那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有一个惭愧心呢、啊，时时刻刻注意。好，所以不空摩尼供养咒，我们很惭愧的，更要带着所有的众生在受苦，就是我的责任。我居然还在让他们受苦啊！爸爸妈妈在生病，你有什么好快乐的呢？内修大乘佛教，只要有一个众生在受苦，都是我们的责任，我们非常的惭愧，还要更精进，要有这个想法。所以虽然我们没办法马上让他离苦，所以惭愧心啊，为所有众生做供养，愿这些众生的苦赶快消除。当然对各位来讲，每天或常常参加我们法会，好像觉得司空见惯，这正常，但事实上真的是难得啊！特别因为我在欧美国家跑来跑去，你要看到这个场面几乎看不见啊，然后也没有这么多出家人，也没有佛塔点灯烟供啊，放生超度啊，甚至他们有时候根本没不知道什么叫排位啊，也没有机会，因为种种的限制，还是因为出家人少啊，再来大家个人主义自己忙，但是忙得很辛苦啊，活的人赚钱也辛苦，为了这个生命健康也很辛苦啊，所以他们也很喜欢去度假，没事就躺在海边晒太阳也好啊，然后也不像我们华人很会享受，吃得好。车子开得好，享受好，所以当然世间再怎么享受都还不如佛法修行的利益，因为世间的快乐是短暂的苦的啊。那唯有佛法的修行能够积下现在快乐来世快乐。那讲到现世快乐来世快乐，佛陀在经典说要具足四法，念下来四法具足，那各位这个可能要背，这是佛教的重点。如果能够具足四法，现世快乐来世快乐，哪四种具足呢？来背一下：信心具足，第二布施具足，第三持戒具足，第四智慧具足。那我们一定要具足这四种方法修行现世来世快乐，再把这个功德回向给父母，回向给往生者。第一个信心具足，那各位当然知道了。那各位来念一下：相信佛陀，相信佛法，相信僧伽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因为相信而皈依三宝，然后皈依三宝而相信有，念一下六道轮回，善恶报应啊。那因为你相信了善恶报应六道轮回的道理，就像盂兰盆经说穆建年的妈妈死后还有轮回，原来有鬼道有轮回啊，有六道轮回，人不是死了就没有了。那穆建年如何帮助他的妈妈呢？除了自己持戒证了阿罗汉的功德以外，还要能够对所有持戒的人做供养，这个布施啊。所以透过大众的持戒，这么多出家人的持戒的功德力，再加上供养这些持戒的修行者，那他的妈妈才可以脱离六道轮回。所以我想这个叫信心具足啊。第二个呢，布施具足。那各位做了很多布施，念一下布施得大富。如果一个人要得到福报，所谓福报有钱健康啊，事情很顺，这个都是福报。今天你声音很好听，因为你用声音布施啊。今天你身材长得好看哦，因为你供花绕佛塔啊。所以今天你皮肤很白哦，因为你布施灯啊。今天你从小身体就比别人有力气，像大力士一样不会累哦，因为你布施食物啊。今天你天生下来读书聪明比人家好，因为你布施经典，这样啊等等。那各位，我想我们昨天我看新闻，全世界行善布施第一名的国家在缅甸。为什么？因为缅甸他们每个礼拜一次生日，所以他们就要去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，然后呢布施小鸟布施流浪狗，变成他们天天的习惯啊。只要吃饭一定有一堆饭放在门口，
给鸟吃，给狗吃，乃至 买一把米给鸟吃。每天早上都会煮饭菜，因为缅甸的出家人天天要出来托钵啊，那些妈妈有时候三四个人一煮，煮得很好吃，出家人一排，哇，两三百人，他们供养得好快乐啊，就故意排在佛学院的门口，然后呢每天都要去大金塔去布施。所以希望大家啊，常行布施，善有善报啊，布施你怕热，布施电扇。缅甸人很喜欢到寺庙布施电扇，因为他们寺庙里面一两千人，天气热，所以各位像色拉杰三四千人，如果你听我这样讲，你很怕热，等一下就跟葛西说，这个100块美金帮我买几支电扇，这样他们是不可能吹冷气的了。电扇，布施蒲团，布施拖鞋，布施衣服，布施肥皂。你希望皮肤好，不要痒，布施肥皂；你希望牙齿健康，布施牙刷，布施不完。啊，所以种种的布施，种种的功德，特别今天大家施供养，供养袈裟啊，所有安全不遭破坏，外表庄严，财富具足，所以布施袈裟等等。那各位，第二个要布施具足，第三个念一下持戒具足。布施可以让我们消除吝啬悭贪的心，那布施所以会有脱离贫穷，有福报。那守戒律呢？我们才不会去伤害众生，因为你伤害众生就会伤害自己。所以守戒律，各位特别七月份，特别各位爸爸妈妈往生，你一定要守戒律49天啊！因为你守戒律49天去做，就像八关斋戒，父母升天啊。那我们出家人出家就是守戒律，那在家至少要守这几条，念一下5条：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喝酒。啊，如果家里有人往生，你去杀生、偷盗、喝酒，那就把这个不好会让你的往生者先感应到，这个意思吧。啊，就像儿子去赌博，妈妈心情不好啊；儿子去吃肉，妈妈生病了啊。所以我们读《地藏经》，家里有人往生49天，米干菜叶不能丢在地上，一点浪费都不行，一块肉也不能吃。所以古早叫咱食菜困草球啊，安尼。请麻衣，那就叫我们守八关斋戒，所以持戒就可以升天，布施得大富啊！所以守戒律会让你不堕落地狱鬼道、畜生道，来世至少升天。所以叫持戒具足，平常守5戒，六斋日守八关斋戒，甚至各位发菩提心守菩萨戒啊，持戒具足。但是农历七月份，各位一定要持戒，特别能够守8条戒律、8关斋戒，那这样现世父母福报更大啊，往生者得超度。第四最重要的，来念一下智慧具足。那什么叫智慧呢？那就是要了解生命的真相。特别佛陀讲了四圣谛，苦集灭道。虽然有钱，虽然升天，但毕竟还在轮回啊，轮回就是痛苦啊，所以。有的时候身体就会生老病死，有了欲望感情就有爱别离苦、求不得苦、怨憎会苦、身心变化的痛苦。所以这个世界凡是存在的都是无常无我的，所以这个苦要了解啊。所以有情皆苦啊，只要有情事都在苦，包括上帝，只要有情事，天神福报享受完了，还要享受他过去造的业，要堕落地狱啊。所以轮回就是苦，要了解这个世间啊，大家拼命赚钱，拼命读书啊，拼命享受，最后呢，统统下地狱。那下地狱最短的190亿年，啊，做恶鬼道最短的170万年，做畜生道，你杀一只猪，爱吃猪肉，至少500次做猪被杀，你吃一只沙巴鱼啊，咱家是台南哦，吃过沙巴鱼啊，牙手就真歹了。吃一只沙巴鱼啊，啊，爱500岁做沙巴鱼啊，红台。我们台南沙巴鱼啊，拢冇大只个。真正的虱目鱼，我们这次去印尼看，长到最短的80公分，最短的80公分，游来游去，很自在，好漂亮，好漂亮。喜欢吃面包，所以我们就喂。但是台南哪一只虱目鱼活到80公分了？活到你肚子里面去了，啊。他们生意人知道啊，在冬天一到，赶快全部卖出去，
他们短短的不到二三十公分的全部被吃掉了啊。那所以杀业太重啊，所以呢生命因为不了解啊，生命有轮回，造了这些苦。那苦从哪里来的？无明贪爱，因为没有智慧，执着有一个我，贪爱执着，本来这个东西变化无常了，你居然想要去抓紧它，抓紧地位，抓紧爱情，对不对？抓紧生命，这不可能的事情啊。所以因为贪爱而造恶业，有贪嗔痴身口意造恶业，所以命运就不好。这辈子你比较有福报，是因为你过去会布施啊，孝顺父母，那你有福报要惜福啊，因为福报只是一种感觉嘛，并不是说能够解脱生死，但是利用这个福报累积解脱的功德，累积成佛的资粮，就像刚刚仁波切讲了，大家做广大的布施啊，还有这个布施没有私心的，大家纯粹为别人啊，利益众生，没有一个分别心，说布施给我就好。那他们也是一样，他们也没什么私心，他们感谢学校培养他们，布施给整个学校，而不是他个人啊，他们个人没有过人，个人过的生活很清淡啊。所以急就是无明贪爱，那如何把无明贪爱消除了，你就没痛苦了，这个叫灭谛。消除无明贪爱执着，你就没有痛苦。如何消除呢？那叫修道。在碑册勤修戒定慧，熄灭贪嗔痴啊，有了贪嗔痴的烦恼，你生口意就造恶业，造恶业就生死轮回。各位啊，我们家人生病很痛苦，老人家往生，这一个人从生到死都在痛苦啊，这一点要去思维。那这个痛苦就是因为无明贪爱，所以了解这个赶快要解脱生死。我们现在还活着，赶快消除无明贪爱执着啊，对往生者希望他先超度，不要下地狱恶鬼道，至少投胎做人，升天极乐世界继续努力修行啊，不是极乐世界就解决了，升天还是暂时的，但是极乐世界就可以在那边修行，然后呢断除贪嗔痴，证得无生空性啊，生命就解脱了，以这个无生空性再来慈航普度普度众生。所以各位要有智慧啊，有智慧你就要听闻佛法，亲近善知识，听闻还不够，要思维啊，像各位这边听听睡睡睡睡听听，那回去也不想，对不对？不想继续打麻将，继续贪嗔痴，继续追求欲望，没有用啊。然后我们这些出家人士还有一点善根啊，不管过去富贵贫穷，一听哎呦哇，世间都假的，做皇帝也要生死轮回，做上帝也会下地狱啊，爱情也是假的，这些都是苦了，嘣就跑去出家了啊。出家那出家以后要不要修还看自己啦啊，因为出家以后也会懒惰啊。但是出家以后除了要修还要普度众生啊，所以要办法会啊，讲经说法啊，办佛学院啊，当然这样办很累，但是有意义吧，有意义啊。像这位讲巴曲觉仁波切上辈子是非常出名的，叫讲巴格西，讲巴曲觉格西啊，信徒千万人，那这辈子又来投胎被认证啊，那从小就很优秀，所以大家认识他，所以很年轻就担任了舍拉切的校长啊，所以人也很亲切。那这个有过去式的啊，这人有过去式的，所以他们的所有的努力就是为了来修行出家利益众生，而不是修了那个福报要来享受大富大贵漂亮有钱有地位。有钱有地位你也不能做永恒的总统，也不能做永恒的世界小姐啊。现在介绍一个五十年前的环球小姐，阿嬷阿嬷你哪敢来讲我环球小姐呢？五十年前有用吗啊？下了台的皇帝搞不好被抓去关了 所以这个世界各位要了解，所以我们要勤修戒定慧，要消除贪嗔痴，一定要念一下持戒，代表不要伤害众生；禅定代表掌握你的心，不要起贪嗔痴；智慧代表贪嗔痴不起了。智慧不是看书叫智慧啊，智慧是了解贪嗔痴，而把内心里面断除掉贪嗔痴，心里不会起心动念啊，所以因为绝对放下了，所以各位下辈子不要谈恋爱好不好？大智慧啊，谈恋爱多苦了
啊，下辈子不要生儿子好不好？大大智慧了，啊，因为你一生，那你就心又挂在儿女身上了，啊，然后你又开始很难过了。他快乐，啊，他痛苦都会影响到你，甚至他自己死了，死了都还想，像我妈还生病，啊，我娘更好等哎，他什么都不想，都想干而已，啊，然后如果死了以后，他还在执着儿子，就超度不了，啊，所以各位要有智慧。有智慧你就了解，了解就放下，啊，所谓智慧就放下自我，超越自我，进化自我，才是有智慧。真正的大智慧不是光自己而已，来超度众生，解脱轮回，啊，让每一个众生都不要起贪嗔痴，啊，让所有众生都消除贪嗔痴，解脱轮回，成佛，这叫大智慧，叫摩诃般若波罗蜜多。所以希望大家要有这个四个具足。来，再背一次：信心具足，布施具足，持戒具足，智慧具足，啊，所以信心具足是对三宝有正信，不会乱拜；布施具足，那你就没有悭贪结善缘；持戒具足是不伤害众生，还保护众生；智慧具足，了解人生的真相，了解生命轮回的道理，这样呢，最高的功德。那我们如果这四个具足了，那爸爸妈妈就有福报了，啊，爸爸妈妈就能够得到我们的功德，啊，现世快乐，来世快乐。我讲一个故事，各位可能听过，但是很重要的佛教一个故事。有一个出家人啊，按照佛陀所讲的，去山里底打坐，要消灭贪嗔痴。各位专心咧打坐一阵，一只山猪。唔代去有啥物动物堆呀、啊，总来，哎，就拄仔咧打坐，迄只山猪怎胃腹肚怎甲弄了，哎，伊尖尖的喙齿佫甲插了，哎，出家人就着老血老甲死去。后壁啊，人就去问佛陀讲，哎，迄、那个出家人遐尼精进咧修行，为按照佛陀的教法，哎，想怎安尼死去呢？哎，即马伫个啥物所在？佛陀讲，您放心，啊，因为伊持戒精进咧修行，虽然还袂证到阿罗汉啊。即嘛升天啊！啊，大家都问佛陀讲，爱、啊、是过去世做啥物恶业？佛陀讲，迄毋是过去世做个啊。即、这个出家人已经出家十年啊，爱五年前呢有一遍嘛，伊嘛要去树林内底打坐啊。去打坐呢，因为敢若土脚澹澹嘛，啊，就去摸一块石头啊，放喺树啊脚，结果摸一块石头啊，放喺树啊看，地死一只狗遐，地死一只狗遐。哎、啊，只狗遐，互伊跌死哦，即马就淘汰做一只野猪。哎、啊，只野猪即马大只，啊，所以你无拄好甲跌死，即马无拄好甲弄死啊呢。各位，这叫做因果百分之百。你唔通讲，我无拄好跌死就煞，你无拄好跌死，你嘛爱甲忏悔，爱甲超度，啊，无伊后摆嘛无拄好甲你跌死，生命有轮回啊。所以佛陀的意思是说，为什么佛陀叫我们结下安居？四月十五到七月十五，印度每天就在落雨，落雨那糖就都造出来啊！啊，你若去吐破啊，精神啊，糖就都给你打死啊！所以佛陀就规定说，这三个月呢，出家人卖出去，好好的修行啊，也不会不小心造杀业，因为这个不小心造杀业，那将来也不小心被杀。啊，就像梁武帝喊一个杀，杀死一个大法师。那大法师是谁？那大法师就是以前那个小沙弥听《法华经》，啊，在打瞌睡，把西藏拿起来又放下去，刚好有一只蚯蚓又被他压死了。那蚯蚓就是梁武帝啊。啊，所以梁武蚯蚓来听经就可以脱离畜生报。啊，而且呢，做一个贫穷人还供养佛陀，还有这个佛像斗笠，所以因为这样做皇帝。但是因为因缘果报会遇死，那这位小沙弥虽然做一位大法师了，但是因为他果报来了，啊，也要被砍头啊，所以梁武帝下棋喊一个杀，外面的卫兵想说皇帝叫我杀，先杀再说，嗯，所以各位这个冤有头债有主，相信佛法，信心具足，一千万不要啊，故意的那更糟糕了，不小心也要小心。所以各位上厕所、洗脸、啊、洗碗要注意看，来来，有狗虾无？小蚂蚁无？小蟑螂啊？
因为这些呢会影响你的未来啊，影响你的未来。所以一个人莫名其妙生病啊，我这些人没做歹代志，我现在丢干净啊，那因为你伤害了众生嘛。所以我们在所以有一个里长找我，哇叔，我现在选里长选掉，我说你拜啊，我们想了拜啊，里长要分尿出油啊，你要怎么做你跟我说啊，要多想几天，这样好，好拜来叫我分，我就拿起来给烧掉，分的真正的土豆给他们。哦，你翘，你这个里长翘，那鸟鼠也给你感恩啊。事实上你把它毒死，它只会投胎更大的动物来伤害你。但是你对他很好，佛教讲了，领导转高下，啊，你就摕一挂饼，甲高下讲，这给恁吃，哦，你给切个安转了，七天以后看不到蚂蚁，这个就是佛法的不可思议啊！哦，咱的老爸老母破病，啊，咱按照佛说讲的，咱来帮助善恰人，奉行，咱来供养三宝，好像跟妈妈没关系，但这个功德力就可以让妈妈没有病苦，这个功德力可以让往生妈妈升天。那各位你要相信。佛法的不可思议啊！特别佛经有讲到呢，一个人若往生，你惊对到地角，你只要帮伊放七只鱼啊就好，七只鱼啊，七只高虾啊，七只要从台西的蟋蟀，七只就好啊！这个对到地角，伊就马上升天嘞。那何况听讲我们今天要放很多鱼哦，还有放蟋蟀啊！等一下他们天气黄昏了要来。但是为什么要救这么多啊？啊，因为今天你大超度，大家慈悲，不是说自己的父母啊，以对待自己的父母的方法去对待所有生命，那就是平等大悲，那这个功德力更大啊。咱的北部定着更加大的福报啊，所以来念一下：一子出家，一子得道，九玄七祖尽超生啊。所以我想得道就是各位你听闻了佛法，了解了，信心具足，布施持戒，有智慧，你了解这个生命的真相去实践，那你不是光今天超度，你每天都在超度，因为你每天都持戒了，不杀生，你每天都在布施了，你每天都在念阿弥陀佛了，有信心，你每天都了解世间是虚幻的，我们努力的去净化啊。所以能够如此，那不分在家出家啊，对父母有帮助，对众生有帮助，这就是我们生命最大的意义之所在。若有一众生未离苦，其实教者的众生还没离苦，我就不证入涅槃。就不爱休困啊，就讲咱这个老母的地高，咱这个老母的破病，咱心的永远未安，咱都要一直修经办法，或者老母未破病才会啊，离苦才会使，这叫做菩萨。所以各位，菩萨有比市场较大无？啊，所以大家拢比市场较大，做菩萨啊。但是呢，我这个菩萨心啊，要来做一个地方官、议员、立法委员、市长、总统，哇，也是老百姓的福报啦。啊，所以佛教甲世间法无共款，那世间法是为家己呢，那佛法呢，念一下，为众生，为别人，诸殊的痛苦，诸比才是快乐，那就叫做菩萨啦。所以希望这个世间有较侪菩萨出来做啊，病院院长啊，乃至呢老人院的院长、学校的校长啊，各个负责的官员，有更多的菩萨愿意不自私的、纯粹为对方而来服务的啊。所以各位，阿伯就拎出来算好唔好？大家拢好心，我才不爱算，我要来参加法会就好啊，我念阿弥陀佛。那你嘛，做这个菩萨，只要为众生，你就袂使自私。虽然艰苦，我每个要死，啊，你嘛爱去跳落来，跳到苦海普度众生，啊，那这个就伟大了。但是如果出家就不行。有人问我，海涛法师，我听你来讲哦，你规气你家出来算。我拍死，我出家，出家人修戒律，不能够参与啊这种是是非非的事情，因为出家人。你每一个都是你度的对象，你不能有哪个派系的色彩，不是蓝的、黑的、红的啊，你们有不能有分别相，你不能说我站这边，然后我打击那边，那做个菩萨，做个出家不行了。但是如果观圣帝君够个狂，观性帝君、韦陀菩萨，一个是菩萨，他们现在在家上，他可以拿武器呢，拿武器管刀，
在那边守护佛教，那个在家菩萨在某一个情况如果动机正确是可以保护三宝的啊。所以我去欧洲有一个叫绿色动物党，什么意思呢？保护动物的，成立一个党。我说在荷兰，我这么北外，所以很多动物都不会被杀。我到荷兰去，很多动物都不准备杀，因为他们有个保护动物党。各位，有人要做党主席不？各位赶紧出来保护动物党啊！然后呢，不是光流浪狗，任何一只猫，希望都不要被杀，对不对？进一步呢，更多的生命得到保护啊！就像在德国有一个，印度有一个都市，你要进到这个都市都不能吃肉。我这一次要九月底要去那个都市，一个全部吃素的都市啊。那在德国也有一个规定，官员要吃饭，不能再吃肉了啊，因为要环保。现在也流行，所以我想，当然了，我们不能偏一边啊，对所有的众生要平等的保护。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一切佛法僧三宝，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教法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，达到无我的空性，达到慈悲利益众生，更要随时收看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，就是护持三宝。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海涛法师弘法兴典，八月六号礼拜日，明正月功德日，善行甲恶行升一千万倍，上午8:30，新店大明讲堂。传授八关斋戒，加护生时时大发挥。联络电话：02-2917-8855。8月7号礼拜三，明正月功德日，善行甲恶行升一千万倍。七色七彩袅袅千秋，大声开彩千秋。上午8:30，邦桥闭关寺传授八关斋戒加心灵讲座。联络电话。02-2951-0565。8月8号礼拜四，念药师琉璃光如来持斋度罪30劫，明正月药师如来殊胜功德日，善行甲恶行升101倍。上午8:30，桃园启智学校传授八关斋戒。下午1:30，佛法开始，点万灯甲供万水。联络电话：03-347-7666，03-331-0553。8月10号礼拜六，莲花生大师降生日，明正月现劫千佛殊胜功德日，善行甲恶行升一照杯。上午8:30，新竹光荣真传宴会馆传授八关斋戒，护生甲甘露时时发挥。联络电话。03-533-7368。8月11号礼拜日，明正月功德日，善行以恶行升一千万倍。上午9点，妙力弘法善意，恭送地藏经，加报恩超度大法会。联络电话：03-7991-513，03-7336-026。8月13号礼拜日。在世纪菩萨